如来藏，如来藏，对，回归自己清净的如来藏。每个人都有清净的如来藏，只因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。所以你要天天念佛，回归自性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佛成佛。 阿弥陀佛，祝福你。怎么会有八块钱的钱印可以做？追求心灵环保，八块钱是好像是残障吗？残障也有八块钱吗？半票啊。半票。对，半票，它是半票。哦。咦？那你坐公车不用钱哦？对，大自在。 你也是没有烦恼啊。这样叫做八块啦，好贵哦！台大的卖安尼讲较贵，除了到90块，也无什么物件，我安尼八十八块啦。 这一尊是六祖大师，现在看到六祖大师。